传说，在太古神农大神诞生时，天下伴有九泉相生，这九座神泉又称为天地九井，乃是滋生万物的源泉。九泉中凝聚了世上最浓厚的灵力，为天地灵脉之枢纽。九泉万神农而生，后又经神农千万年辛劳疏通，逐渐成为天地间最重要的生命源泉。九泉面前，众生平等，无论是神俊奇丽的灵兽仙禽，还是丑陋不堪的凶兽毒虫，都在其滋养下共享这方天地。因神农与九泉渊源深厚，这九泉被统称为神农九泉，分别为赵南、韩水、热海、无垢、雾魂、春姿、岩波、毒瘴、龙潭。九泉泽育万物，天下一片祥和。然生活在大地上的兽神人三族，却逐渐萌生私欲，而致冲突不断，矛盾日深，最终爆发大战。神族实力超凡，在争斗之中逐步占据上风。神农心知私欲一起，三族再难共处一方天地。而九泉为天地灵脉枢纽，乃万物滋生之关键。为防九泉因三族之战而损毁，殃及天下生灵，神农穷尽神力为九泉施加强大结界，并取天地灵物制成九剑手环，视为九泉之药。三族大战最终以兽族不敌人神联军战败而收场，蚩尤引兽族入魔界，人神魔三界自此隔阂，九泉也于这场动乱中散落至各界，形态和异能亦随所处之境而产生变化。之后，神奴和九泉药环不知所踪。时光流逝，九泉的传说也逐渐被遗忘。行啊，你磕头赔罪，小爷就停手。可恶，冥顽不灵。
千万动手。怎么怕了？马上向教室大人磕头赔罪，小爷还能放你吗？要，哼！孟教授您稍等，小的一定会好好教训他。好，明主护佑。叶公子，明主会助你惩罚这邪恶之徒。七魂圣宗表面上道貌岸然，暗地里欺瞒无辜，骗取钱财，诱拐百姓，罪大恶极。两位千万别上了他们的当。闭嘴！你三番两次侮辱圣宗，才是罪大恶极。起。嗯。看来，这两人也不一定能摆平洛昭爷，心存未上。起，住手！啊！这位兄弟，刚才得罪了。你，观众都走了，戏还演给谁看？你是故意与我争斗，以骗取启魂邪教的信任。没错。不瞒兄弟，我们两人昨天刚到银汇堡，这丫头就上了刚才那家伙的当。把钱全给了那个什么圣宗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装傻跟那个教士套近乎，看能不能想办法把钱弄回来。我没上当，以前就见过穿这种衣服的骗子啊。可是你说过，要是别人都去做一件事，我最好也跟着做。昨天好多人都把钱给他了呀。我教过你明知是坑还往里跳吗？那你应该说清楚哪些不要学。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哦，那个，两位，我叫岳金钊，这是岳琪，兄弟怎么称呼？洛昭言。哎，金钊，你们的名字有一个音是一样啊，好巧。是啊，看来我们很有缘。不过，洛昭言，难道您就是这一代有名的昙花洛家的家主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洛昭言长得这么俊秀，生命也……那真是失敬了。我们虽然到银辉堡才两天，却也听说洛家数百年来一直保护着附近的百姓，很受爱戴。洛家主更是武艺过人，曾经一人横扫大漠十三匪帮，确保商洛安全，西域无人能敌。岳兄过奖了。竟然连洛家主都出手了，看来这邪教在这害了不少人呢。听岳姑娘刚才的话意，两位早已知晓这邪教的恶行。是啊，洛家主真是心细，我们之前确实见过些自称教使的家伙，打着什么明主在人间的使者的名号骗人钱财。不过那时他们最多也就偷偷拉着一两个人传教，现在好像越发大胆起来，昨天竟然当街聚了数十人。哎，引得这个傻瓜也去凑热闹。他们恐怕不止骗财，最近银辉堡有不少流民乞丐失踪，我怀疑也和他们有关。我暗中监视刚才那个教士已有一段时间，适才见两位单独与他交谈，担心你们也会遭毒手，这才现身阻止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陆家主了。啊，不敢。两位也别称呼我家主了，都是江湖中人，何必如此拘礼。那我就称呼你洛兄吧。好。洛兄，既然目标都是邪教，不如咱们联手怎么样？洛兄，那个教士都跑了有一会儿了，再耽搁怕是要跟不上他了。那就有劳了。他应该是往水池方向去了。南明一定又会责备我随意结交他人了吧。金钊，你肯定之前看见的就是这个洛昭言。对，所以咱们一定要死死地跟着他。两位，来了。
不知道他们的据点在何处，要是能知道黄龙，将他们绳之以法，就不会再有百姓受害。但这帮人极善逃跑，又有信众掩护。乐兄名头太大，有时反倒没有我们这些无名小卒行事方便。还请乐兄借小弟几两银子。看岳兄的了。走，按刚才说的做。嗯。该死的陆昭言，坏我好事，看来今天又要被司诏责骂了。将士大人，将士大人。明主护佑，岳公子，你们安然无恙，真是明主垂怜。可是已经教训了那个邪恶之徒？是啊是啊，多亏明主保佑，那家伙虽然有点花架子，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跑了。将士大人，您刚才说我们向明主献出一切就能飞升上天，是真的吗？明主在云天之上巡游四海，世人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，若你们真是一片赤诚信奉明主，飞升指日可待。是啊，听说好多人都已经飞升了，到时就想要什么有什么，而且还能长生不死呢。明主护佑，岳小姐很有灵性，一定能得到明主垂怜。将士大人，小人愿意把所有的钱财全都献给明主，请您收下我们吧。真金，还真是。明主护佑，我看得出你们的虔诚，随我来，我为你们引荐司诏大人。司诏？明主的神旨都是由各地的司诏传递下来的，本地的司诏是高萧大人。明白，就是这银灰堡里唯一一个比您了不起的人。嘿嘿，岳公子过奖了。看来岳兄已经取得他的信任。
将士大人，这里是……跟我来。将士大人，司诏大人就在这里面。没错。把这俩家伙献给明主，我这个月的人头数就够了。这小小一张金叶子，明主肯定也是瞧不上眼，我就收下了。啊！金钊，金钊，怎么了？我的老毛病犯了，得赶紧回去吃药。明主护佑，等进了司诏，赐你一神物，区区疾病何惧之有？好，那我得赶紧。站不起来啊！将士大人，求求你，快拿神物来救救我！求你了。那你们在这儿等会儿。洛兄，这里面就是启辉邪教的老巢，要去找几个帮手再来吗？这些人身手平平，不足为惧，拖延太久，万一他们由闻风而逃就难办了。我们快进去。这地方看着挺古怪的，咱们得小心点。没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哼哼，谢谢了。
你的。Thank you.
没路了，更怪的是这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看到，难道那家伙诓了我们？未必，据我之前追查，他们目前虽然活动频繁，但人员却并不多，而且有消息说几天前他们似乎刚刚撤走了不少人。这么说他们可能早就准备离开这里，现在是想在走之前最后捞上一把。有可能。其实这邪教在银辉堡经营已有几年，只是之前一直行事低调，但近几月他们忽然大肆招募信徒，这才引起我的注意。追查之下发现他们远不止骗取钱财那么简单。忽然改变行事作风，高调传教，这有点意思。哼，金钊，你看这些石像长得都不一样，真好玩。寻常教派摆设的都是教内信仰的神明雕像，此地却摆了这么多形同真人的石像，邪教形式着实诡异。会不会是有什么暗藏的机关？嗯，把这些石像都检查一下吧。还以为是不错的人生，没想到是个病秧子。哎，最近风声紧，司长还催着交钱交人，有一个是一个吧。教使大人，神物取来了。追。